4月16日，有网友晒出王思聪现身杭州夜店的照片。王思聪戴红色棒球帽，穿灰色上衣，时不时低头看手机微笑。据网友爆料，王思聪一晚已经消费超过30万元。而王思聪也是各地夜店常客，经常被网友拍到现身夜店。随后网友们纷纷留言：“王校长拿手机甜笑，这是在看什么？莫名感觉很喜感，我要去偶遇王思聪。”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